获得了太多太多，不管是爱表的、吃吃的这些爱好家们，或者是玩家们，一直以来的询问，总算在今天我们可以在台湾让大家揭晓他的鲤鱼山真面目。来，小月，我们看一下要的来到舞台中央好吗？让我们再次的来看一下左边左前方，来左前方。